连六日买超台股达到861亿元，锁定的是晶圆代工三雄以及大型的金控股等猛敲，共有12档呈现4到9日的连续买超，而且期间合计买超达到20000张以上。若能报过年的话，年后涨势堪俏。尽管外资12日对于集中市场买超缩小为100万元，但累计仍然是6日的连续买超，合计达到701亿元。投信跟自营商更同步加码，三大法人连6日买超，买盘十分强劲，显示法人押宝过年的几率很高哦。筛选出法人连4到9日买超，而且期间达到20000张以上的个股，就有联电、新光金、台积电、开发金、元大金、利基电、中信金、永丰金、中钢、日月光、华邦电、富邦金等。其中联电连5日买超逼近了17.4万张，而台积电的去年营收与获利双写新高，营收达到2.26兆元，获利更冲上兆元大关， EPS 达到39.2元，光是去年第四季的 EPS 11.41元就刷新了多项纪录，反而连6买进6.37万张。将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，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客星新闻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个富豪就是你。